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。晴空卖钱的怪被人抢光了，本来这里刚好够一个人刷，十分钟就能弄两百个骨头，现在这么多人还得跟他们抢。自从你发了视频，好多人都知道这个风水宝地，当然得过来凑热闹啦。大家要来刷的话，最好选个没人的时间，要不然这么多人抢，刷两百个至少得半个钟。最近好多人问我，怎么一天十万金条？首先骨头和爪子是肯定要的，一天差不多有五万金条。还有就是自身的职业了，采集和制作新区四五万没问题，只要你的等级跟得上。这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干，最怕有些粉丝不愿意去干，还想要赚大量的金条。就算我是神仙，我也办不到，天底下没有那么好的事。对了，今天还有个正事，抢到一把典藏的五九零，被这个战斗卡得我难受，让我浪费了好多的采集经验。早点买五九零就不会来抢那么多了。你就是个守财奴，舍不得那点金条。这都是辛苦赚的，又不是抢的，省点花不是很正常吗？就没了，这速度有点快啊！我去，不会吧？这速度开了挂吧？这人得单身多少年才有这手速？连五九零的影子都没看到。哎，剩下两个了，还得再等十分钟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？没事，大不了高价买一个，反正你卖棒球棍也赚了不少。哎，还有个四万呢、啊。不对呀、啊，你点了关注，刚刚为什么没有显示？不管了，买到就行了。这还是把精致的五九零，表哥你真是捡到宝了。有了五九零，可以刷战斗升七装了，给他卡了我整整两千万。这枪还是那么给力，一枪两千经验，不愧是刷战斗的最好武器。要是买多几把，一天升五十级轻轻松松。经验够了，不刷了，等咱们升级后再来。今天必须把战斗搞上去，花了我一万金条买的硬铝合金，这花出去的钱真是心疼。不过为了升装还是值得的。好了，这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